就讲投资中心吧。这个投资中心呢，我们开始来介绍建筑物。那投资中心要做什么屁用啊？它本身呢是对家族来说非常重要的建筑，里面投资各项产业内提升你的家族。然后其实它竟然可以所谓的一个建筑物的移动哦，你看，超猛的，就是说你可以让他们换位置这样，有没有？你可以取消。好，那这个其实就是建筑物的，就用于升级的啊，所以在升级之间不能升，对不对？OK，今天终于讲完了。最近好缺现金哦，奇怪，之前都不缺，是这样。重点是之前都不缺才是重点啊。重点是为什么之前都不缺？然后现在就缺成这样子。哎，我按错了啦。哦，算了算了，先投资。所以现在首先要干嘛？哦，干嘛把我们下一集的重点讲完？啊，那个嘞，至少先那个一下，聊天一下。物资 OK 了吗？3M 应该是可以啊。啊！哎，我没资源了。